大家好，我是秦师傅，来自乌克兰。大家好，我叫申迪，来自西藏几内亚。我们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山滑雪赛事服务志愿者。大家都很好奇，在西服务志愿者每天都在干什么工作？那么正好今天下了这么大的雪，我和申迪我们俩今天就带你们来看一看，我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。今天一定会非常好玩。就是我的工作岗位，我每天需要计数，然后验证每位的注册口，最后才能放他进来。哎，这个就是我的岗位，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引导观众去取暖区和观众席，观众进展和闭展都需要通过这个门。朋友们，上午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然后上午比较忙，因为是上午这个雪下得特别特别大，然后上午还有比赛，观众也非常的多，我们这个午饭吃的比较匆忙，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准备下午的这个比赛，然后这个雪呀还是一直在下，是吧？对对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把这个雪那个赏一下。好，我们行动吧，走吧。大家好，我们下班了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6:30。对，今天因为天气比较冷，然后下雪了，所以我们本来是原来的30分钟的路，我们用了大概2个小时。对，2个小时的山路，因为今天路比较滑，然后下了很多的雪，然后司机师傅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吧，然后开的稍微慢了一些，然后本来1个小时能到。开了有2个小时差不多，然后我们现在那个准备干饭，这点东西，然后宿舍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去吃饭了，拜拜。开放的。
终于回到宿舍了。刚才你们看到的呢，就是我们高山滑雪赛事服务志愿者的一天。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精彩呢？哎，森迪，你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一下你的一天吗？快乐。哎，今天心里面想啥？充实，充实而又快乐的一天。在最后呢，我们也真诚地祝愿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以取得圆满的成功，让我们一起向未来加油！休息，休息。